死人了！刚刚看到那个白色衣服的，他在看你。他在看你啦，有没有？超可怕的！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废弃的汽车旅馆。然后先请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这个废弃的汽车旅馆呢，当时曾经有发生一个非常可怕的死亡事件，就是呢，有一对男女呢，男生把女生带来这边，然后在这边把她解决了。解决之后呢，把她放在浴缸里面，并且用水泥封起来。My God！ 对，然后后来就逃逸了。然后后来这个汽车旅馆就从此就不再开放这一间房间给其他客人住了。那听说深夜的时候，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值班人员会看到，在那个女生罹难的时间，会有个人走到门口，并且说他要 check in 那间房间，而且是工作人员说那个不开放了，也可能发生过事情而不开放了。那个女生就会开始哭，之后满脸都会是血。就从此呢，就大家都不敢在这边继续工作了。但是他废弃了以后，那间房间就又再度的可以让人家走进去了。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废弃的汽车旅馆就要去找那间房间。是的，那到底我们有没有找到呢？到时看节目就知道了。好，但是我们在这个鬼屋找到一个东西，我觉得蛮特别的。什么东西？你看，是我们淘宝吧好兄弟的2019年淘宝年历，上面还写新年快乐，哇，赶快签名。对，先在上面签名。这个年历是我们只送不卖的，对，而且是限量的。对，重点是这个年历很特别，它除了有我们大家签名之外，我怎么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看什么？我叫什么？看，确定有没有声音？吓死我！哦，就是这个年历呢。就是除了我们的签名之外，上面还吸收了这个鬼屋的日月精华，要送给观众朋友。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会，大部分都不会带出来，只有偶尔会带一个一本。所以到底谁会抽到这一本呢？那我们在这边 ，PS 注记。对啊。是那个鬼屋限定版，这样好不好？好。带来鬼屋签名的。哇塞，不晓得谁会收到这一本。我不知道是谁哦，反正今天会抽五本，然后我们题目已经公布在粉专了，请大家看完节目，一定是12点之后再开始回答问题，然后传到粉专上面，不要一边看一边传，好吧？麻烦大家了。现在医生呢，已经把名字写在上面，把那个我们鬼屋限定版写在这上面了。好笑哎、欸。鬼屋限定版，很想要，大家就努力喽。反正连续4个礼拜，我们一共会抽20名，其实蛮多的。一般人送奖不会送那么多啊，20本。抽到这个会不会告我们？为什么要告你们？鬼屋限定版，你可以不要啊。我把现场的一些灵气都聚集在这本年历上面。所以呢，而且我跟你讲，聚集在这上面有什么好处？到了下个月你不用自己翻，它自动会帮你翻到下个月哦。哇塞，好棒哦，高科技的哦。为什么？对啊，很高级对不对？那哎，忽然有个黑影出现在我面前。啊，老师有请。哇，今天这里怎么样？老师今天这里有感应真的非常的明显。天哪，前面你们两个人各自我们前面两个人对，那老师，我刚在来的路上因为下到语文车，老师请说好了。老师，你来这边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吗？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一些事情，那其实呢，刚刚我们前面做了一个这个感应之后呢，然后你就由盛逆转，对。但是我觉得在前面它其实有个预兆。什么预兆？就是它。已经看上你了，有没有？他已经指定他在排他，所以运气可能跟着也变得比较衰一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知道那时候你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没有，我只是觉得接下来任务可能都要麻烦你了，辛苦你了。各位观众朋友，刚刚可以看重播，这个直播就是可以看重播。当医生说他看上你的时候，医生的表情这样，
你这个太发自内心了，我太发自内心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的不是你刚刚那个太明显，而且你是眼睛还瞪大的，各位观众自己看回放。只有直播可以看到这么真实的情绪。对，他平常都很虚假，没有。平常就是有，平常我演戏一下，艺人真的很会演戏，平常会关心一下。你在直播的时候很松懈，没有办法。对了，对了，也谢谢你。刚刚在做我们在做 PK 的时候，但谁输谁赢不能说，只是刚刚我有个特别感应，是有人这样拍我肩膀，而且那个肩膀声音是。有皮还有发出声音，是真的是有人在借着外力在拍我肩膀，而且是不是感觉到有一个重量？对，所以我们的忠实粉丝谢欣又来了。对，所以不是今天下雨的关系哦，因为今天虽然是寒流来嘛，然后我们现在东西出得去，人进得来，哦，不是那个寒流，是不是？不是那个寒流，是真的气温变低了。哦，对，然后大家应该现在都是在电视机前面等待待会的首播。谢欣，谢若伟，记得要看，要看哦，26台。对，这很好看。这今天是播你跟娜娜去那个生化工厂。哦，今天是我跟娜娜去生化工厂，有看到生化人18号、17号，他们都快变生化人，真的快变生化人，因为当时那个生化室里面有很多那种有毒的化学药剂，然后他们还有那种综合室，就是要把那些有毒的东西先综合过后才可以，比如说排放掉或者是把它处理掉。但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很明显的闻到那个有毒的那些气体跟那些粉尘这样。哇，你这样子其实我们在出这任务的时候做这个外籍其实都有一定的职业伤害。对，所以希望大家帮我们把这个影片分享分享再分享再分享。对，那看完今天的这个生化的首播之后呢，12点钟的时候要回到我们的粉专进行有奖征答，就有机会可以抽这个年历。今天的题目是，请问第三关他们喝的饮料是里面是什么，而且里面的配方是什么？你刚该不会喝生化水？哦，有可能哦。我们喝了一个特调的，生小孩才要喝的吗？是吗？那是什么？生化汤。生化汤，对。那我快要喝了。都是你害的。你不要这样拍他啊！有没有感觉在震动？有没有？哎呦喂！太动太动，不太动不太不太，不要闹了，不是。你吃太饱是不是？对，我们要给老师签名。老师签了。对。所以再重复一次题目好了，请问今天第三关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个别喝了什么特调饮料，而且里面是用什么东西组成而成的？哦，这个这蛮难的哦，因为用我记得我先给大家提示，一杯饮料有3种配方，所以两杯饮料总共你要写出6种配方，并且要记下那个特调饮料的有名字，有名字，因为我们要帮这个特调饮料取下特殊的名字，对，就像去夜店点调酒，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哦，像是螺丝起子，对 ，Long Island 长岛冰茶，对，信誉海滩，哦，还有那个 Pina Colada 这种专业的名词，哇，哎，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了解？对呀，啊，你 是平常都没有回家，都是住在那里面？哦，不，是曾子瑜跟我讲，他刚赖我跟我讲，对，所以呢，这个专有名词是我们特地为这一杯调饮。对，所定下的名字，以后你只要知道这个名字，除了可以拿到年历之外，你还可以用这个名字以后去酒吧说，哎，我要一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就会交给你。这个这是里面最恐怖的一张，不是大家不是每一张都这么恐怖，大家不要担心，没有每一张都这么恐怖，就是偶尔来。七月份的时候，问啊，真正你在上面亲。留个吻痕，那个刚那张七月份鬼屋限定版啊，哦，没问题，这样才会有特殊的感觉啊，什么？鬼屋限定，这个很限定哎。靠，我一直以为后面有站人，隐隐约约感觉好像有在看，有。有个视线有吗？自己亲自己。有吗？有吗？有口水的，没有那个。没有红的吗？啊，因为我这个是特别粘着一片哦，是印上去的。对呀，啊。你是有业配彩妆？没有。这个是，这壳上面都是我的口水，就没有那个我的口红印嘞。上面发生什么事了？上面有人在咳嗽，太大声了吧。可惜没有我的口红印。谢谢很坏，他说强酸强碱威士忌，他说你们喝的饮料。强酸强碱威士忌，强酸强碱。
那会要他到现在还活着吗？他？对啊。嘴巴都烂了。不会，这场只有我们两个而已啊。嗯，没有别人了。啊？对啊。那你旁边那是谁？是不是鬼遮眼啊？不是，为了强赚强钱，还可以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年历真的是非常限定又限量。这一本是所有我们印的里面唯一一本鬼屋限定版。对。只有一本鬼屋限定版，那或许下一次。哎，我们年历总共有几份？20份，太限量吧？而且20份，你就认购了一份，我也认购了一份。对，老师也认购了。对，其实每剩几份。对啊，20份里面我认购了9份，你认购9份，老师认购了2份。没有啦，要送给观众就是20份。送给观众就20份，就没了，我们把它全部认购完了嘛，20份。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抽中，因为这个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精美的纪念品。是的，因为呢，这一个只有20本是非常限量的限量，这个不是用答题去拿到的，这是要答题用抢到的。嗯，我想说不是答题拿到，那是怎么拿到的？那是用抢到。它上面有一些规则吗？反正大家像粉专一样，比如说要标注两个朋友，一定要公开分享。仔细的看那个有奖问答活动页面。麻烦大家一定要遵守那个，如果没有遵守，可能就没有办法。就太可惜了，因为你都已经看完首播了，对，而且你可能都回答问题了，对，竟然没有，然后就没有做完，可能就没有办法抽奖。就是为什么每次会被抽我？因为你每次都没有做完，我就没有办法。是的，就所以呢，在看节目前可以先了解我们的游戏规则。到底是怎么样才可以抽到这个年历？为什么大家说那个讯号很差？老师，想问一下，如果磁场不好，有灵靠近，会影响到手机的讯号吗？会。你的交到哪里？会。对，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他们很多观众朋友就会发现，我们可能在录的时候，现场里头突然间有比较就出现这个画面上面出现一些模糊的影像。但那个时候有时候就是会受到干扰。所以老师刚刚有说，其实有一个人一直跟着我们。我羡慕大家现在不用出外景，对，可以在电视机前面，或在沙发上面，跟各位观众讲一件事情。舒服。现在是全台湾今年最冷的一天。目前，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目前立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张立冬以来，我又在鬼屋讲他名字。总之呢，刚刚老师有提到，如果你看到哎呦手机有异常，可能是这边磁场干扰造成这样的结果，但也有可能是你自己所待的地方。怎样？干嘛？你没有拿东西丢我吗？没有啊，有的话我都会看到啊。观众朋友有看到吗？没有啊。刚刚真真背后是不是有东西？好像这种小碎石打到，我还皮还把它抖的那种声音。没有啊，真的没有。不是你们丢的吧？真的没有。你看他们两个人呆滞的表情，就不可能啊。对啊，那我根本没有手啊，后面假人丢的啦。老师刚刚说你有可能今天已经跟了。所以他是丢哪里？很明显这个地方，卡加片。所以是从后面丢过来的。对，因为也不是他们两个，是因为他们站侧面。不是。对啊，他们站侧面啊。血。对，然后说画面太模糊了，后面一片漆黑。对啊，因为外面就没有人啊，当然是一片漆黑啊。好吧，啊，对，提醒大家，如果要关注我们的 IG 的话，我们 IG 是 RUN 下底线 APIAO Piano Piano 不是，那是 Piano 哦，是吗？不是啦 ，Run RPIAO， 或是从我的 IG 可以连接到 RPIAO， 好像是，或从我的 IG 可以连接，从我的 IG 是 Circus Eason CIRCUSEASON， 关注一下。我的 IG 是谢无尊，是吗？我还是谢真真吗？谢无尊，谢无尊，对对，或者是你从阿飘好兄弟的 IG 也可以连接到我们两个的 IG， 对，关注一下。也有老师有 IG 吗？还没申请，快有了，对。期待老师的 IG 上线。我们今天录完就帮老师申请一下。好。好。希望不要再有状况发生在我身上再多。平安平安平平安安。对，因为刚那一下真是吓到我了。对。
好，现在时间应该已经接近首播时间了、嗯，希望大家呢，开电视喽，电视机准备好，是的，厕所先上好，对，棉被请盖好，嗯，宵夜准备好，嗯 ，OK， 电视，好，待会记得看首播哦，我们会在电视上啊，娜娜跟伊森会在电视上等你们哦，哦，对，拜拜，那我们晚点十一点电视见哦，拜拜。是外星人。好，你弄好了叫我。我弄好了。